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毛泽东题词反对官僚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对官僚主义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并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他反复强调，官僚主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灰尘和污浊，是搞特权、脱离群众、贪污腐化等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和实施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些革命政权人员，特别是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人员，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官僚主义，如百官架子、无意的正规化等等。对此，毛泽东敏锐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些干部逐渐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讲级别、讲排场、讲阔气。对此，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归来，中共松江省委松江省1954年与黑龙江省合并，安排他住在哈尔滨的一栋高档别墅里。毛泽东看了看四周，说：“这个地方不好啊，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沾染官僚主义才怪哩。”他问松江省负责同志：“现在是住洋房还是住平房？”负责同志回答：“住洋房。”毛泽东谆谆告诫：“住洋房，脱离群众，领导干部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当省委负责同志请毛泽东为松江省委题词时，毛泽东挥手写下：“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十个大字。三反运动期间，毛泽东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就是三反运动中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于一体的典型案例。 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当时一些干部身上存在着瞎指挥、不懂装懂等官僚主义现象。为此，毛泽东指出，要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么繁重的任务，就应该克服官僚主义。他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提出要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把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开展了新三反运动，收效显著。摘编自2014年9月23日《人民日报》薛庆超文。